自古以来，女人对珠宝首饰都爱不释手，珍珠、翡翠、红宝石、蓝宝石、猫眼，每一样都有它迷人之处。当然，如果不是内行人，我们便没有办法辨别它的真伪和价值。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出国旅行的时候，意外会发现一些自己很喜欢的首饰，可是往往价格又很昂贵，我们又不懂得辨别真伪，只好忍痛放弃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上课，学习如何鉴定珠宝吧。你好，欢迎收看9月2号的下午记事本，我是林佩莹。来到了农历的8月，很多人都会喝喜酒，或者是收到粉红色的炸弹，对不对？那遇到一个朋友，比如说一个女生朋友，她要结婚了，那你恭喜她之余，你一定会很高兴，很多问题想要问，比如说问她，哎，你男朋友跟你求婚的钻戒到底是怎么样，有没有带出来啊？又或者是漂不漂亮啊，几颗啦？又或者是如果你坏心眼一点的话，你会问她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说老实的，有时候你看到一个钻戒，如果经验比较少的时候呢，真的是很难去辨别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不对？那钻石是女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件，一个价值所在。所以呢，这一集的这个节目，除了要做给男生做给女生看之外呢，也要做给男生看，因为男生你总有一天要求婚，你总有一天要买钻戒，所以钻戒要怎么买呢？那女生如果你想要犒赏自己的话，到底要怎么挑一个可以让你流传个几代的一个这样子的钻戒呢？那就要守住我们今天的节目喽。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就是聊钻戒，今天我们的摄影朋友价值连城。那首先先讲这个最值钱的嘉宾，把他介绍出来。他是珠宝鉴定师，有10年经验的珠宝鉴定师，也是华珍金钻行的董事。他是 Amanda 高宝平。你好 ，Amanda。你好。那你是我们身价最高的，对不对？因为你身上呢就穿戴了大概200万的这个钻石来到我们的节目，还真的是非常赏脸。谢谢，真的是很贵气，而且不止这样，它除了身上穿戴的，大家如果可以看到我们前面的这边呢，今天我们的桌子真的非常的值钱，价值大概700万的这些钻戒就在桌面上，再加上这边，对不对？还有200万，你大概自己数一下，再加上我们两个女生的本身自己还没有戴钻戒之前的那个身价，今天我们的这个摄影棚真的很贵哦，价值连城，很高兴，真的是金光闪闪。好，今天我们聊这个节目呢，那第一个问题想要问 Amanda， 你做珠宝那么多年了，鉴定那么多年了，一个很老套的问题，我想要问 ，Why diamond？ 没有其他的宝石可以代表爱情了吗？对，那么钻石因为它的硬度是最硬的，它在那个就硬而已啊，那怎样？哎，来慢慢来，OK， 慢慢来，硬度是它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它在当一个宝石很硬的时候，它打磨出来的效果也是最好的。嗯哼，所以当你要一个很璀璨的钻的宝石来象征自己的爱情的时候，钻石就能象征那一个很坚固的爱情。啊，对，而且那个钻石如果切割好的话，如果它的 clarity 很好的话，它真的是闪耀出来的光芒，真的是很耀人、很难忘的，对，举世无双的。可以说每一个女生都很难逃得过那个钻石的魔力，对不对？对，它已经变成是一个爱情的象征。所以，一个男人，如果你懂得什么是爱情的时候，哈。你了解什么是女人的时候，了解什么是爱情，你一定要买钻戒给女生，对不对？那说得好，说得好哈，我帮你讲的。Okay, 谢谢。你跟我讲过，有一个男人，他说这个钻石除了可以代表爱情，也代表了一个权力跟高贵的象征。对对对，他跟我说过，It's a man's glory to have your own woman wearing diamonds。总是一个男人的荣耀，当自己身边的女人带着尊贵华丽的钻石的时候，是男人的荣耀，而且是要男人买单的时候，当然，对不对？那才是一个真正的荣耀。这样才是男人的荣耀嘛？荣耀就是你买单，买一个很好的钻戒给你的心爱的女人，不一定要太太的，女朋友也可以的。这是带自己说的吗？随便就自己说一说，然后转眼就有钻戒说。OK， 好，开玩笑啦。不过今天如果我们讲到这个求婚，男生求婚的时候，一般上如果我要买这个，如果我是男生，我要买钻戒的话，我很难拿捏我到底要买多少钱的一个钻戒。男生要去买钻戒，那个了解的程度也许没有像你们行家或者是女人了解的更多，对不对？那如果像你们，如果一个男客人跑到你们的这个店里面说我要买一个求婚的钻戒，你会怎么给他一个建议在那个预算方面？其实我记得我刚才有跟你分享说，在美国，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那边有一个留言说，男生要花3个月的薪水，去买这个求婚戒指，3个月的薪水去买这个，哇，对，
三个月的薪水，这个是 market price， market price 三个月的薪水，对 ，OK， 所以如果马来西亚的一般男生，那如果真的是自己当老板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他自己有他自己想要的心目中的那个 budget， 但是一般的上班族如果拉算不好的话，比如说三四千块一个月，基本上那。如果买一个钻戒十千块，可以买到很好的话的钻戒吗？我觉得他会有两个选择，他可以首先可能拿一个0.6、0.7克拉的，然后就可以拿到一个中，就是可以说是F color VS two Triple Excellent 之类的钻石，就是有那个证书的。另外他也可以说可能拿个0.3、0.5，然后拿完美的，拿 D color Flawless。所以他可以有两种选择，他可以就是十千块的budget，他可以选他要的那个大的那个重量，就是那个 carat size， 他可以去到那个0.6、0.7，他也可以去到小一半的，对，但是那个里面的进度是很好的，完美的等级，对，那就要看对方他的那个未来的那个太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一些人他们喜欢真的是大的，可以远远可以看得到的，有一些是比较内敛的，喜欢一些真的是很实质很纯净的东西，那就是要看那个男生对于一个女生的了解，对不对？你刚刚有说到那个证书哈，那这是不是买每一颗钻戒都会有证书？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选择的条件，不代表每一颗钻石都有，但是我会建议大家在买钻石的时候确保说你选择的钻石是有证书的，在受国际承认最有权威的证书有 GIA、IGI、EGL、AGS、HRD，这些都是很有权威的证书，所以当我买一颗大的那个单钻的时候，那如果它刚刚好，因为那个价值不小嘛，对不对？比如说你三个月的薪水，如果有时候你买一颗，比如说去到20千、2、3万的，那证书真的是很重要。那像是你今天你手上你颈项所戴的这个项链，它是有非常多的那个钻石所组成的。那我又想要问它，比如说你的项链，它今天是有40-50颗，那是不是那个证书就代表了40-50颗，还是它每一个单颗都有它自己的证书？有两种方法，所以你可以逐一的去。有它各自的，对对对，也可以是整个珠宝一起。那么当你整个珠宝一起去见证的时候，你拿到的就是一个 range， 可能是 FG VS two VS one 这样。对，所以像是我们所讲的这个钻石价值那么高，所以我们在买的时候，卖单颗钻的时候，尤其是求婚戒指是单颗钻，这个证书很重要。对，那在这个证书很重要之余呢，也可以鉴定就是说你这个钻戒是真的，而不是说你在房间乱买，然后就随便一个不知名的一个钻戒，到底是真的假的，你自己心也不安。既然是代表爱情的话，当然要找一些真正的，要货真价实，真正的爱情，对不对？好，这时候我们休息一下。好，欢迎回到笑话记事本。那第二个环节的一开始，我就要问一个很市侩的问题。我想问，现在如果我要买一个1克拉的钻戒，大概市价是多少？这个它的 range 真的很大，对不对？因为它有其他3个 C 的等级。那么其实我们可以说从10千块吧，一直到100千都有可能。一颗拉它的那个就有10倍的那个价差，所以10千到100千都有可能。那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看一些人结婚呢，就那女艺人啊，3克拉、4克拉、2克拉这样子，所以真的是很难猜它的价值哈。因为除了克拉之外，它还有其他的3个 C， 那其他的3个 C 我们待会再聊。其他的3个 C 它有公布吧？除非它有公布它的 color clarity。对对对，要不然的话，真的是那个价差是可以从几十千差到几百千都有可能，对，都有可能。OK， 所以就不要问人家说你的一克拉一定是多少钱多少钱，那是一个比较行外的问题。但是针对这个问题，当然一般来说比较受欢迎的那个等级，也就是可能 FG color VS two， 这些都是很，就是这个可以你可以大概猜测到钻石的价格了，可以大概预测到的，对，预测到。但是一般比如说你问人家的结婚钻戒，就说你到底是多大的，或者多大，这已经是一个极限了，再问下去人家会觉得你没有礼貌了。拿证书拿出来看一下。对，这真的是很尴尬了。但通常我们都会称赞别人的钻戒很美啊，它的形状啊切割得很好，所以今天呢，既然我们在桌面上有这个价值连城的钻戒，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这个钻戒通常出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形状
形状、嗯、被切割成的形状到底有哪几种？来，我们麻烦两个。那我们的第一颗其实是21.13克拉的，它从这边开始，对，从这边开始，对。天哪，真的是很大的一颗、嗯，它是梨形的，嗯哼，梨形，然后旁边都镶满了钻石，嗯哼，对，这是梨形的。你刚刚说多少个克拉？21.13啊，在我旁边的，我手指摸一下可以吗？OK， 好，我摸了一个21克拉的东西。好，在旁边的，旁边的这一颗是5.03，是什么形状？它这个是马眼 ，Marquise， 马眼的。然后我可以讲这个是四方形吗？可以很外行的这样子。它其实有一个很漂亮的名称，叫公主。公主，公主，公主被我讲成四方的，我确实是行，这个王对不对，行外人。OK， 接下来这个，接下来当然就是圆形。嗯哼，嗯，圆形是这个了，耶嘞，5.61，5.61，然后这个，这个叫垫形 cushion cut。OK， 嗯，3.04。3.04，然后这个椭圆形的呢？这个是3.02，真的叫椭圆形吗？对，就叫椭圆形。我终于猜中了一个。然后最后面的这个呢？是 emerald cut。嗯哼，嗯 ，emerald cut 是三个克拉。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见证到了钻石，它除了不一样的切割，还可以有不一样的色泽。因为如果你真的是一排放在那边的话，它的色泽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一起来聊这个 4C。好，第一个，如果钻戒，如果我第一次买的时候，我不知道的时候。我通常都是看那个它的重量，它的 carat， 对不对？那的确是一个最明显的 C、嗯、重量，嗯、对对。接下来就是有它的色泽，嗯，色泽，比如说刚才你就说了嘛，在这边摆出来，嗯、马上就看到有一些色泽是特别无色的，嗯，有一些可能就略带黄。无色的是最贵的吗？对，就是 DEF color、哦、就是最贵的。有一些除非你有特别的一些偏好，有时候你比较喜欢有一点带黄色，有一些人彩钻。彩钻、可能你所说的，对，它到了 DEFG， 它顺着下之后，它也有彩钻，我们叫 fancy color、嗯。那么 fancy color 的价值也很连成。对，嗯嗯。那、我刚刚讲到这个重量，它的 carat，、它的克拉、嗯，这个有一点基本的常识，我们刚刚忘了跟大家讲，嗯、一克拉通常是多重？0.2 gram。0.2 gram， 对，所以如果说任何的一克拉的话，它是0.2 gram， 比如说四克拉的话，它就0.8 gram， 但是它的那个排列，它有时候是胖一点，有时候是长一点点，对，是的，所以有时候一克拉它的那个切割就不一样，所以对、所以说到这里，它的切割就非常重要。嗯，如果一个钻石它切割很好的话，那么它就会完美的呈现出那个钻石的。体质，对，看起来就够大、够大方啊、OK， 所以我们刚刚聊了这个 carat， 我们也聊了这个 color， 然后还有它的切工。那第四个 C 是什么？就是 clarity 净度，净度，对，就是一个钻石，当它有这个内含物的时候，就是要用放大镜才看到。的确，它在四个 C 里面是比较不明显的，对，但是内含物越多，价格就越低，所以我想要问一下，以你的经验哈，男生买钻戒跟女生买钻戒，他们的分别在哪里？男生通常会比较注重科学，就是他会比较着重四个 C。他可能，我刚才就是想分享说，我们发现可能长辈们就对进度非常的有要求。结婚了之后，可能生了一两个宝宝，就可能对重量克拉特别有要求。年轻小伙子可能想要求婚的时候，就会对那个切工。非常有要求哦，所以不一样的阶段，每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蛮有意思的。但是我知道，如果是女生自己本身买钻戒的时候，通常是看它的款式适不适合自己。对，所以男生跟女生买钻戒的时候的要求都不一样，真的非常有趣。好，这时候我们又休息一下喽。好。欢迎回到下午记事本。那是逢第57届国庆日和马来西亚日的到来，首要媒体集团公司呢将会在8月16号到9月16号推广为期一个月的 In Malaysia Kita 的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我们邀请全民通过社交网站 Twitter 和 Instagram 分享他们有关于我国的任何一些经验。那比如说呢，你吃到好吃的这个道地美食啊、旅游景点啊、风俗习惯等等。那希望你在上载 Twitter 或 Instagram 的时候呢，可以一起顺便 #In
Malaysia Kita， 然后每一个上载呢将会代表一个指纹，并会在 www.mediaprima.com.my/inimalaysiakita 组成这个大马国旗辉煌条纹的其中一个指纹哦。那希望大家或者是全世界、希望大家可以共襄盛举，也希望呢世界各国的人民呢都可以看到马来西亚漂亮的地方在哪里。 OK， 好，回到我们的这个钻石，那既然买到了这个钻石，那大家都应该会很珍惜，那当然也要想要好好的保养。那钻石的保养需要一些什么特殊的一些步骤吗？嗯，因为我觉得钻石其实是很沾油的哦，所以当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如果手有沾到那些很油腻的东西，对，钻石就会变得非常的蒙。对，会很混浊吗？对不对？对对对。那混浊的话就没有那么的闪耀了。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清洗是非常重要的。我有这个小小的建议哦，在家里你可以准备两个杯子，然后两个杯子都装满温水，然后其中一个杯子呢就放一些洗碗剂，然后再用一个很软的刷子好好的去刷，刷的时候不要忘记冠部和底部。什么叫冠部和底部？就是钻石的上面跟下面。下面，对，都要把它刷干净。对对对，你曾经帮人家，对，就是有那个螃蟹的那个壳吗？天哪，就整个刷出来。对，天哪，螃蟹壳还塞到里面去，真的是蛮有趣的。但是应该是一般的家庭主妇，好像比如说一些人他初代的时候，他应该是洗碗的时候顺便拿他的那个海绵去刷一刷。那也不好，因为海绵很油。那么我觉得当同时你就会有很多油脂也是不好，所以要真的是干干净净的两杯温水，其中一个就是一点洗碗剂好好的去刷，刷好之后就放在另外一个杯子把它好好的清理干净，再风干，然后再把它收藏好。对 ，OK， 这样就非常大功告成了。OK， 那今天又有一个问题了。最后这个问题，比如说今天有个男生送个钻戒给一个女生，然后那个女生想要鉴定，这个钻石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再来决定要不要嫁给那个男生的时候，在家里有没有办法用肉眼辨别的出来，到底那个钻石是真的还是假的？有没有办法？我觉得在家里并不容易。没有吗？有些人说，你去哈气啊之类的，去敲一下看是不是很硬。就我不赞成。对对对，那应该怎么办？我觉得其实还是最重要去到一个有规模的珠宝商，然后让他们好好的帮你辨认那个钻石的镭射号码，跟那个钻石的证书好好的对比一下。哦，有时候证书，对，对对对，你也不知道最好还是拿去一个备受认证的一些珠宝店，或者是拿着珠宝跟那个证书一起，因为那个钻石的话，有一些钻石他们是那个模仿的那个级数是蛮高的，像是有一些 moissanite， 对不 对？像我们所讲的，然后它的那个，如果那个仪器稍微旧一点，它没有办法分辨得出来，它到底是真或假，它也许可以蒙骗过去。对，现在的钻石探测器都可以探测得到 moissanite，对，所以一定要去到珠宝商才可以把它探测出来。因为有一些他们就开始在讲说家里啊，你可以去怎么去弄啊。我不赞成，你如果要做一个这么重大的决定的话，这个男人到底要不要嫁的话，是不是？我觉得还是要去珠宝商好好的辨认一下，还是把他开车带出去的，找一个像你们这样子的珠宝鉴定师好好的鉴定一下。是的。那对于今天的这个钻石，我确实是学到非常多。那对于真的是想要买钻石的这个观众朋友的话，还有。有没有一些最后的这个我觉得男生最喜欢知道就是怎么去猜测这个女生的指环的那个号码，对，很难哦。对于男生来讲，那个他以为是这样，结果买回去很松和很紧，那就很大煞风景了耶。我其实觉得大概我们说一个中等身材的女生，马来西亚女生可能大概就是10号到13号嘛，中等身材，在你眼中的中等身材 ，OK， 像我这样的话，算是哪一种身材？你就可能是9号到10号吧，就是在中跟小之间，中跟小，九号跟十号，对对对。那如果是稍微高大块一点点的话，就是所以可能一个人他的身材还是适中，但是他可能非常的高，那他骨骼也可能比较大一点，那可能就要拿13、14号，会比较好一点。对，所以但是有时候真的是男生你要拿几号真的是很麻烦，他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在家，因为求婚你知道有时候是要神秘的，对不对？我听你刚刚有讲说有一些人在睡觉的时候拿个东西去量，对啊，绑头发啊，绑头发这些都不准确，因为那个头发就是太软了。在那些我们的网上可能可以 download 一些可以量手指的 size
size 的一些纸，嗯，可以 download 出来 ，print 出来，对。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哈，我又想要问了，如果真的是求婚戒指，或者是女生买给自己，想要把它收藏很久的一个钻戒的话，同样的克拉，我知道有一些是小克拉，小克拉加起来整个是一个，比如说一克拉，它可能是二三十个小钻石去组成的，或者是一颗单颗的，你会觉得应该要投资哪一个？我觉得一个单颗的会比较好吧。为什么？它比较能够保值，因为通常当你有0.3以上的时候，钻石就会有证书。0.3以上才会有，通常都是0.3以上。那么一旦你有一个证书的时候，以后你可以做传家之宝啊，可以送给自己的女儿啊，还是可以重镶，就是镶成另外一个款式。可能今天你喜欢戴戒指，十年后你喜欢戴坠子，那你就可以把它改镶。对，小小一颗一颗的就比较难冲香啊。所以如果想要真的是把它长久的收藏起来，或者是留给自己的女儿或者自己的好朋友的话，或者是谁的话，从0.3开始去投资买单颗的会比较值得收藏。对，然后呢，如果真的是要不知道要如何下手的话，除了找证书之外，也要找一个真的是比较相信的或者是有信誉的珠宝行，然后里面有一些合格的鉴定师，像是你这样子的 Amanda 之类的，这样就比较安心。因为这个钻石的价值真的是非常的高哈，而且它是可以流传几代的，或者是很久很久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如果真的是要买，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重视这个购买的过程，还有认证的过程。今天也非常谢谢 Amanda 上来我们的节目，教会我们那么多东西，也谢谢价值连城的这个展示品哈。那我们聊得非常的开心，那谢谢你今天收看我们的夏娃记事本。明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咖啡，太高兴了，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喝咖啡。明天见喽，明天同样的时间下午4点钟，希望你守住夏娃记事本，拜。